贾熙真做如何？你笑什么呀？还是王妃了解本王？谁是你的王妃？都是假的，你知道吧？你不怕欺君之罪了？ 本王倒是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贾熙真做如何？ 发烧啊，怎么说胡话呢？这个大反派真是电力十足，也就是我，要是换成别人，肯定扛不住。 走啊，我带你去集市。不用不用，我约了婉儿跟瑶瑶。你别忘了，对外，你还是绿王妃的身份。但今晚我们有重要的事要办，你得保证不添乱。我何时？ 今日是一年一度的拜月节，拜月节寓意着团圆。据说，两个相爱的人，如果在今日完成了拜月仪式，就可以白头偕老，不离不弃。拜月节可是我男女主定情的日子，我和婉儿分别约好了瑶瑶和季云，今晚一定要让他俩的爱情走上正轨。我带你去那边看看。我们快去和婉儿会合吧。